有请。他要出国。我已经把你的钱透过地下管道汇到海外银行了。你大功一件啊，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看你说的。对，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接下来呢，我去曼谷把手上的钱洗掉，我就有大量的现钱了。之后呢，会跟我心爱的女人一起去海外度假，享受这美好的人生啊。你打算跟你老婆一起去啊？什么话呀，我跟那个周雨辰早就已经分手了，我现在是要跟我心爱的女人珊妮一起去。现在有钱又有女人，人生真是太惬意了。可是你老婆已经怀孕了，你忍心抛下你的老婆和孩子不管，自己一个人去快活？这关我什么事啊？再说这孩子是不是我的还不一定，反正我是不会认的。我现在身价这么高，想找个女人还找不到，为什么非要跟个过去暗算过我的女人在一起纠缠不清呢？你可真行啊，想想我都兴奋，好久没有出去放松放松了啊。姚子阳，你把餐厅夺走了，把我一脚踹开，还要带着野女人双宿双飞，你太无情义了。谁？来人呐，我肚子痛。来人呐，我肚子痛。子阳，我的肚子。别愣着，赶紧送医院吧。